城市记录公民报导力选出来的优秀作品集结让民众欣赏，桃园市府培养市民的影像软实力，像是采访撰稿、动态与平面摄影，还有社群编辑和剪辑技巧，让报名参与的成员相当有感。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有很多主播来为我们讲解他们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的心路历程，那我觉得他们让我更认识了这个行业，因为我自己其实本身有打算想要做新闻方面相关的行业这样子。参访电视台，了解新闻编采与播报流程，如何使用相机构图技巧与专业取景，都让同学们获益良多。加上专业的讲师一旁解说，相关课程都获得了基本概念。我觉得就是老师就是很有心，就是带每一个成员，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教这样子。在我们就是平常都用 IG 或者是脸书的话，它这些社群的影响力，它就是给我们带来很多一些技巧。桃园影像培力方迈入第六年，城市故事让市民透过镜头说感人心弦的故事，公民影力成果丰硕，期待明年再相见。三立新闻桃园。